1996年4月8日，应该说这是不寻常的一天。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将拉开一场延续一年半之久、被公安部冠之为“中国刑侦一号案”的特大暴力案件的序幕。报告中队，报告中队，我是巡逻二分队，我们在石景山开发区执行任务，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报告完毕。远景热电厂啊，出事了，咱们武警啊有一支长枪给人抢了，差一点打死人。你哪来的消息啊？我大哥呀在热电厂工作，听说这事儿啊闹得还不小，市局和武警总队啊都惊动了。社会治安就是有问题，动不动就抢枪，连武警的枪都敢抢，那胆儿忒大了。感受到了？哼，哎，头让咱们武装巡逻啊，这里边肯定有原因，说不定啊和这个案子有关系。没准儿。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注意观察周围情况。0:14，巡逻车开至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何书记发现对面开来的面包车行驶有些不正常。队长，前面车有问题，是不是酒后开车呀？开过去检查一下。好，肯定有问题。队长呢？走不了了，哎，跑远了！快，赶快去看监控器。是。喂喂喂喂！我是巡逻支队，我是巡逻分队。朝这儿跑的吗？没错，刚才跳过去了，好像从这儿跳过来了。不可能吧？跑掉了又跑回来了，你是不是看花眼了呀？
哎呀，没有人呢。是啊，我看花眼了，你肯定看错了。哎，我是巡逻分队，我是巡队，听到请回答。不听，这也坏了。不听，走吧走吧，队长他们受了伤，需要马上送医院。走吧。国庆，怎么样？你不是死啊？他怎么样？国庆，停住！国庆，停车！国庆，停车！出什么事儿了？我们跟歹徒相遇，对方有枪，我们的人被歹徒打伤了，马上送医院。我还有事儿啊。我们是警察，看不出来吗？马上下车。行。怎么，歹徒逃掉了？是啊，我看他跳过大墙，后来又跳出来了。我们俩检查了一遍，没发现。国庆伤得很重，马上送医院。哎，你有手机吗？我就是一开车的，哪趁那玩意儿？老何，你伤得怎么样？没大事。杨远，赶紧把国庆送到医院。记住，路上赶紧找一电话向中队报告，我的步话机坏了，跟中队联系不上。是。队长，你呢？我没问题。我和王卫留下守现场。队长，你也受伤了。我说了没事就没事，你们几个马上走，去把枪拿来。是。这是建国以来发生在首都北京的一起最为严重的持枪袭击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双方遭遇后，对方抢先开枪，压制住我方火力，在短短十几秒钟内先后将我方四名巡警击倒，打坏我巡逻车一辆，然后持枪逃逸。案情迅速上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喂，对，是我，哪位队？什么？指挥中心？什么？石景山区发生枪击案件，局长让你通知我。好好，我知道了。好好，我马上就到了。部长，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啊，在首都北京袭击巡警，建国以来这是罕见。喂，石景山李局长吗？啊，对对对，我行政处刘维镇。啊，你在现场？好好好好。那个谁，那个技术处那个徐昌明处长到了吗？还没有。好，那肯定在路上。好好好，就这样啊，我马上就到。好好，就这样啊。好好，走走走，再见。好了。哦，部长，请您放心。进来。是，办案子当然是要依靠下边的。好，我们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好，部长，春阳同志已经来了，我们马上动身就去现场，有什么情况我立即向你报告。好，就这样。好，局长，咱们走吧。走。马上向东南方向搜索。是，注意，歹徒手里有枪，大家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老张，到。外面警犬到了没有？马上就到，在路上呢。马上催，快到。好的。局啊，局长。车型你好，这是宝山的微型面包车。到底是什么型号的面包车？当时情况发生很突然，停车以后你就发生枪战。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什么型号和品牌，不过估计是昌河、长安或者松花江的一种。到底看没看清楚车号？北京牌照，这没有问题。不过在事发前呢，刘威他们以为是司机酒后驾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看清车牌号。在事发以后呢，面包车突然逃跑了，这样当时光线比较暗，车牌号看不清楚。怎么搞的嘛？局长，何局长吗？我是吕江，请马上组织警力。在景山辖区各主要路口设卡，拦截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注意，歹徒手里有枪，一定要注意安全。分队行动。哎，局长，我们现场了。现场了啊！一定要武器。
哎，大伟，你过来，来，带我沿着歹徒逃跑段走一圈。玉群，这儿的情况我了解，别让我下去。你放心，歹徒他跑不了，让我去。撒多大的谎，我也要把他兜回来。来来来来，赶紧走，上医院。你们上车，快上车。队长，啊，他可能从这儿跳过去了。哪儿？从这儿。是从这儿吗？对，没错。哎，大马。啊。这有个玻璃片。啊。有血迹，来，小张，把手套给我，你拿着。报告，李局长，树丛草地附近建筑物已搜查完毕，没发现其他情况，请指示。向众神区域继续搜索。是。是小姐。哎，小张，把枪给我。哎，哎，小张啊，你们在这看一看，我们俩过去看看啊。好的，小心点啊。哎，没问题，走吧，过去。队长，你看。当然没激发啊，正好看没激发呢。重要发现呢。刘处，情况怎么样？现场已经做了初步的勘查，拾到几枚步机枪的弹壳，大卢他们还捡到一枚未激发的子弹。捡到子弹的地方我们已经做了现场的安排。这弹壳在哪？在大卢手里。对付工作怎么样？我们已经组织警力对周围地区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持枪的歹徒，估计案犯已经逃离了现场。那个案发时歹徒乘坐的是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枪战发生以后人车分别向相反的方向逃窜，人啊，这个越过这个燕东招待所大墙消失了，车呢向西。由于我们的巡逻车被打坏，无法追赶，我已经指派郭局长迅速地组织武警、刑警、交警组成混合编队，对这个景山辖区进行这个设卡拦截宝石蓝色面包车。到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反馈消息。罪犯一共几个人？一共有两个人，其中呢有一个人开枪，估计呢是两个人以上的犯罪团伙。啊，这是错，这是一个，没事。王局长，哎，好，这是现场，嗯，这是，这是，嗯，这个地方是刘斌受伤的地方，哦，这个小伤在这受伤，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哎，枪法不错。打伤我们四名警察是这样，有三个人呢一下车就被打倒了，另一名在车上受伤。
现场有没有发现子弹壳上？我们已经找到7.625毫米的迫击枪子弹8颗，是吧？在歹徒逃跑的现场，这个距这儿有75米吧，发现一枚未激发的子弹，弹底的标识是75-81。哎，受伤的同志有没有生命危险？总副机长已经去了医院，刚才我们通过电话，民警张国庆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是胸部受的伤，其他几个人呢是伤在胳膊腿上。哦，现场结束以后啊，我们去医院看看他们。哦，向巡警开枪，在我们石景山区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小李啊，压力大吧？是。别说你们石景山区，北京市自打建国以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子。现在要马上成立408专案现场指挥部，具体成员嘛，有我，有你吕江分局长，有市局刑侦处刘永镇处长，还有市局技术处徐长明处长，再就是由你们分局刑警大队卢建民大队长参加。待会儿嘛，我们研究一下分工。是。张副局长，你看有什么指示？他们倒什么指示？工作呀，还是我们大家来做。现场调查很重要，特别是勘查工作，一定要做细。部长呢，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他要求我们大家要竭尽全力，尽快的破案。季局长，你把西山装甲兵司令部发生的案子讲一讲吧。好，来了。我们过来呢，不只是为了你们这一个案子。指挥中心已经接到了北京军区保卫处的电话，西山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也遭到了持枪歹徒的袭击，哨兵被打伤，是在你们这个案子之前，大约在11点左右。跟这个案子相差一个多小时吧。差一个多小时？装甲兵司令部也在我们石景山区。嗯，这两个案子很可能有联系，不过情况还不明了。一会儿呢，我和长峰局长、春阳处长，我们还要到西山现场去看一下。是。建民，卢建民。你通知一下技术科的罗婷，一会儿过来开会。是。哎，小姐，这个案子的全面工作以及对持枪歹徒的搜查布控彻卡拦截由你统一抓起来。是。现场工作嘛，有林文镇处长和卢建民负责的。技术工作以你们分局技术科为主，市局技术处呢主要是配合你们，有徐长明和你们分局的罗挺负责的，你看怎么样？都听局里安排。那好，走，我们到西山去去。好，好，走走。好，是的。来了是吧？哎，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11:15的时候呢，哨兵张德明在哨位上遭到了袭击，有人向哨兵呢开了2枪，击中了哨兵的左臂和臀部，将哨兵给击伤了。来，你来这儿看，这儿呢，这是一个弹着点，这是第二个弹着点，啊，你看，来，现场呢，还提取了2枚弹壳，是7.62毫米的迫击弹，所以初步判断呢，持枪歹徒使用的是军用制式枪，从这个
弹着点上分析哈，持枪歹徒射击的位置，来你们看，来，从这个弹着点上分析，持枪歹徒的射击位置应该在这里。把汽车灯打开。那两枚弹壳呢，也是在这儿被发现的。你们看，这里有那个俯卧的痕迹，显然是持枪歹徒隐藏的地方。这里呢，距这个大门哨兵的位置是21.6米。这个持枪歹徒隐蔽的地方离这个大门很近。你从这个俯卧的痕迹上看哈，它隐藏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罪犯呢是这个很有耐性的，而且胆大，还是沉稳这么一个家伙。我分析呢，这个持枪歹徒对这个留守处以及这个周围的环境是相当熟悉的。他在这个事前呢，肯定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准备。另一点呢，我觉得，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犯人，他很懂得一些军事常识。嗯嗯。来，从这个射击角度上看哈，第一枪是跪姿，第二枪是立姿，这两枪都击中了哨兵。当时哨兵呢，他是这个运动当中的。就是这样的枪法，在我们部队当中也是很少见的。孙师长，你是不是怀疑这是一名军人？我觉得他即使不是现役军人，也应该是退伍的或者是复员的军人。这个孙师长，这个现场提取的弹壳在哪？弹底标识是多少？小苏，叫周科长把那个现场的弹壳拿出来。是。这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的案发后的一小时，在景山开发区啊，也发生了一起袭击这个巡逻警察的案子，歹徒开枪，打伤了我们四名警察。在那边呢，现场也提取了7.62毫米的步机弹。周科长。到，弹底标识是多少？弹底标识75-81。你看，75-81。嗯，来看。子弹是一致的，在这个景山开发区现场提取的这个弹壳也是75-81。我们也估计到这两起案子有联系。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从时间上，从两地的地理位置，从两起案子的因果关系上，还有从开发区找到的子弹上看，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这两起案子很可能就是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来者不善的。这是案发现场的一个平面图。3月31号晚上10:43左右，石景山区高井热电厂值班哨兵李小龙在哨位上遇到歹徒袭击，执勤时所用的5-60半自动步枪被歹徒抢走。情况吗？天天老三样，没有什么情况。哎，今天胃口不好，反酸。你呀，少吃点零食，以后胃就不疼了。
好，好，你就这样说话，一点都不关心战友。哎，那登记本都在岗亭里呢，都清楚了吧？都清楚了。比赛结束了吗？几比几啊？你没看完？哎，怎么搞的？怕违反纪律啊？你不会不要声音吗？这会儿不会来查事儿，啊？有动哨这会儿也不会来啊？啊，不会。嗯，啊，你明天几点班？哎，陪我去商场看看。那，我想买双皮鞋。哎，帮我参谋参谋。啊，来。不说了，外面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啊。
中队，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我遭到了袭击。第二起案件呢，也就是4月7日，距第一起案件案发一周以后，晚上11:15左右，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执勤哨兵张德明，在哨位执勤时呢，遇到持枪歹徒的袭击。
那家肯定跑了。排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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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民受伤在警卫室呢，他身中了两枪，赶紧回去往下疏散工作。是。第三起案件呢，也就是距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案发后的一个小时，在石景山区开发区，巡警与歹徒的遭遇战。歹徒呢，首先开枪，压制我方的火力，并击伤我四名巡警，然后逃窜。被击伤四名巡警的伤势情况如下。来，你把这个请放一下。408案发后，石景山分局的吕局长立即带人封锁了石景山通往外界的一切道路，并对现场呢进行了严密的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罪犯。估计情况，罪犯可能是采取隐蔽的方式躲避了我们的追捕。站住！干什么呢？锻炼。怎么穿这身衣服啊？我刚放出来，没别的衣服。身份证呢？身份证？哼，你们户口还没给我落上呢，哪来的身份证？住哪儿啊？就在那儿，莫市口。谁能证明啊？谁能证明？那就管我们那片的民警呗。民警？哪个民警？叫什么名啊？对，叫吕山。吕山？哎，吕山我认识。队长把电话给我试试。你认识？那是我女朋友表哥。喂，谁啊？哦，二哥呀。值班呢，哈哈，哎，向你打听个事儿啊，
哎，你们那片有没有一个刚被放出来就叫……哎，你叫什么名字？白宝山。白宝山。啊，对。啊，好的，好的，好的，没事，挂了啊。队长，他说的真的。那你走吧。没事了。你们这是抓坏人？走吧，走吧。够辛苦的。石景山区发生的这三起案件，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作案动机和伤害目标以及作案手法上有着相应的一致性，三案在逻辑上有因果关系，那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331案中抢劫了一支50-60半自动步枪，那么407案中和408案中却出现了正是50-60半自动步枪。犯罪嫌疑人在407现场一共开了两枪，在408现场呢，由于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比较长，一共开了9枪。我们在两处现场一共提取到7.62毫米步气枪弹盒10枚和一枚没有发射的子弹，弹体标识为75-81，弹体的痕迹是一致的。经过鉴定啊，这两个现场所发射的子弹为同一支50-60半自动步枪所发射。